台北时装周后全球购物业。吴世嘉吴博士，好的，我们现场各位朋友，你们吃饱了吗？虽然只有一点点时间，但是我还是贴心的准备一些很轻食，让大家有一个有精神可以往下午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下午场呢，我们特别真的安排了第一个，我们就是我们看到我从设计师端的部分。那下午场的第一位呢，我特别要邀请的就是我们在康大学建筑的大学毕业，哈佛建筑硕士的黄建志 Arthur。那么他是小智研发的创办人跟兼执行长，他的最主要的这个焦点在循环经济，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注意到，两天前呢，他才在新竹做完了一个 project， 所以才登上了这个新闻媒体。那我要跟 Arthur 说的就是，在座呢有观众跟我讲说他是你的粉丝，他觉得你是台湾的祖克伯 Zuckerberg，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期待天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垃圾的性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那个我刚刚在讲到 influencer， 其实我不小心，我现在天天也得被逼着穿 Nike 的鞋子。Right, OK， 但是你大概也知道，我们大概在两年前，我们自己有一双 Nike 的鞋子，也跟很多 fashion 的品牌合作。之后你看到那个Prada 的 Nylon， 其实我们也有跟他合作。所以其实全世界很多品牌只要跟回收材料变成新的应用，其实都跟我们公司有一点关系。从 Starbucks 的回收的材料，一直到 Nike 回收材料、阿迪达回收材料，其实我们都在这里头参与的最主要的工作叫做研发。所以我们公司叫做小智研发 ，OK。所以我们也研发了十五年了，越研发其实好像越穷那个感觉，但是呢。我刚刚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刚刚问到黄琦，就是讲到说，到底这个生意到底赚不赚钱？其实因为说难听一点，大家在找的是 business model， 我们一直在尝试各种不同 business model。现在就先让大家看我们在目前全世界在 launch 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你到底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OK？To create the first mobile recycling line, the Trash Presso. Using crush machines, shredders, ovens, and other industrial equipment, Trash Presso is able to recycle trash anywhere. While TV wants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Miniwood has developed a new generation of Trash Presso. A modular system.With a smaller footprint for easier transportation and higher energy efficiency. With the new system of heat induction presses and specific molds for different parts, the process has become faster and more efficient.The new Trash Presso complements Robin, Miniwood's smart trash collection system. We will track every single piece of your trash from the moment you throw it away till the time we put it back in the game. Furthermore, new Trash Presso can be upgraded with a robot arm that will do the dirty job. Technology, engineering, design, ingenuity, creativity, and passion.This. Okay, so what we did there, 其实基本上就是用全部都是 digital 的方式，把垃圾在两分半钟可以把它做出东西来。那最近我们在新竹还有全省各地的那个远东和搜狗百货里头，都会去回收商场里头所制造的各种不同塑胶垃圾。然后在两分半钟里头，马上就可以变成花盆 ，OK， 或者是地砖，
这边是垃圾，所以地砖 OK， 然后或者是建筑用的接头，你可以做家具 OK。所以为什么这些我们平常丢掉的包装垃圾不能把它变成再生利用的各种不同的器皿 ？OK， 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垃圾是最珍贵的资源，所以我们在全世界开了一系列的 store。这家店在Portocello Sardinia， 我不知道你大家知道Sardinia 这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海岸那个港口。这个港口基本上每一个暑假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消费最高的档次的人去那里开他们的船，坐他们的私人飞机在那边度假。但是我们在那边开了一个很特别的店，叫做 Exchange Store。 这个 Exchange Store 基本上你看从这周遭的砖到里头全部的产品都可以卖，但是我们用的钱是垃圾，你得拿垃圾来跟我换产品 OK。 那重点是你要怎么有效的让大家能够收集这个垃圾呢？就我们结合各种不同相机的技术，所以它可以去 record， 它可以去知道说你投进去的垃圾是什么，然后你投进去的垃圾是什么，我就可以给你多少的reward， 多少的 point。那这个 point 马上就可以到这个机器，因为这个机器需要知道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压力，它才不会有毒的过程，它才能马上就在两个半钟又可以做出新东西了 ，OK？ 所以这整个过程基本上在Sardinia 在做测试，然后后来这个测试的结果就开始，然后比我们想象的是，在一个这么高档次 high luxury high fashion 的地方，竟然。一个小时有50个人塞在一个60平米的店里 ，OK。然后呢，然后他可以做出来的东西，你可以想象，他在那边做地砖，把海洋垃圾、海边收的垃圾变成地砖，各种不同的碗、杯碗瓢盆 ，OK。然后小朋友也在这中间可以参与做全部的过程，跟当地的设计师和 graffiti artist 一起合作，就是一个超大的 mosaic， 2000平米的 mosaic。那这些东西其实后面靠的是很多现在全世界很流行，但是我跟大家可以互相鼓励的地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台湾拼出来的。Okay， 我们台湾很会拼东西 okay， 可以拼德国的机器，可以拼日本的机器，还有台湾自己研发的机器，所以这全部这个东西都是我们 MIT。 但是我们用这样子的东西去 scale， 我们一开始一台机器大概$200,000 okay， 现在一台机器可以做到1/10，但是我不要讲个数字。所以当为什么它可以做的这么便宜的时候，它可以大量的 scale， 它可以大量的在把垃圾不用经过分选，赶快的做处理，马上变成有价值的产品。那我觉得这是未来 ，OK？ 那靠了 digital technology， 它才有办法做这个。那这后面是这15年背后需要有1500个 data lake。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可以做什么，你也不知道它的 MI 可以做什么，它的流动率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它的那个所谓的成型温度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它要？所以我们在这个15年当中，我们一直就在累积一个 material database，OK？ 那这个 material database free， 每个人都可以去想办法去利用，尤其在新一代的这种3D 的那个 simulation 的技术，如果你没有 material database， 你什么都做不了 ，OK？ 那大家也知道，10年前我们做了像环城方舟，现在天天在好像有很多展览在里头 ，OK？当然希望市府花多一点钱去maintain 它一下，现在已经看起来越来越不像样了，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不好 OK。 那最有趣的是，在这栋房子里头，是全世界第一次尝试用最低碳的方式盖一栋房子，当时跟台北市民募集了150万个保特瓶OK， 塑料瓶，把它变成27万个砖，互相卡扣，不用浇水，然后变成一个移动建筑物。但是最有趣的是这个，
这个是新加坡政府投资我们的时候，要求我们要做一个 due diligence。By the way， 台湾政府没有投资我们，新加坡政府投资我们。投资我们的时候说，哦，我需要知道说它到底跟传统建筑物所用的碳排放量到底少了多少，减少了空污做了多少，所以我们做了一系列欧盟的认证 ，OK。说到底，这整个制程能够减少多少？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不管赚不赚钱，至少要达到这个。因为要不然你多做一件事情，多买一个东西，基本上只是让地球更糟糕而已。Yeah? OK， 所以那我们这15年来其实做了很多大型的房子。为什么有这些大型的房子？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型的房子可以大量的收垃圾。OK。所以你看到这外墙全部就是用回收的 DVD 做的 ，OK，CD 和 DVD 做的，它的机器就是用太阳能发电，直接在旁边就直接变成这个材料，外墙的材料。那这个案子是成龙大哥的训练中心在天津，然后到外墙整个饭店，从外墙到室内。OK， 到家具哦，本来玻璃不是我们做的，因为我们不做玻璃，但是我们也有做回收玻璃跟春实合作，但是这个那个玻璃不是我们做的。不过你看到天花板、家具到地板到墙板到各种多功能空间，都是用回收材料做的，从回收的保特瓶、塑料瓶、回收的 PP、回收的 HDP、回收的 OTP 到基本上 you name it， 到很多是像外墙会用到 e-waste，环氧树脂就是 PCB 回收回来的玻璃纤维 ，OK。然后你可以在到饭店里头，从隔音板、床垫不是 ，OK， 那个床单 ，OK， 到椅子、桌子。然后这个应该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全世界各地的 Nike 的一些高级的 Nike Lab， 都是我们去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从纽约的店、Tokyo 的店、巴黎的店，其实全部都是用回收材料，回收的鞋子去打碎，再变成砖头，全部的货架也是，桌子也是。OK。然后最近我们跟在纽约和那个上海做了他们现在最高的高档次的旗舰店，叫 House of Innovation， 其实结合了 Digital Commerce。然后结合现场体验的店，那在这个新形态的店里头，基本上消费者买东西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说故事的过程，完完全全是一个融入说故事的过程。在一个融入说故事的过程里头，请问未来的 fashion 和消费，我觉得回收材料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好说故事。Okay. 那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都会动，什么东西都是 digital integrated。这个是我们在台湾，就是在新计划区那个 K， 这个是A11吗？是吗 ？A 我忘了那个。但是它这家店，其实我们台湾也做了很多家 Nike 店，但是这家店是应该是 footprint 最小，但是最会赚钱的一家店。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里头的不管是它的气球、它的墙板到它的桌子、椅子。全部都是用我们跟消费者收回来，把它变成椅子，把它变成地毯，把它变成气球，把它变成墙。那个全部的墙都是回收宝特瓶的 LED 的墙。OK。然后我们也把工厂直接搬到这个店前面，所以在做这个店的时候，我也是在地回收，在地做成这个店。OK。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透过很多 Instagram。还有很多 social media， 所以它的故事性非常浓厚，一层一层的，所以造成它变成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店。当然最主要还是 life cycle analysis， 就是他们如果一直用铁做的，跟用我们这种方法做的店的差别有多少 ？OK， 那全世界其实还有很多，我不知道最近很流行电子烟、电子烟、电子烟，但是 IQOS、Philip Morris 我们跟他合作一系列的电子烟。电子烟的电 ，OK， 我们用的是回收的烟头，再把它变成空气清净机的空间 ，OK。所以你看到这整个空间，从罗马、米兰到全世界各的店，其实都有这个空气清净机的材料。
然后到这种用回收宝特瓶做成的吸音板，在纽约五层楼的办公室，这就在 Fashion District actually。然后我们也开发这个机器，之前跟 Eileen Fisher 做了一系列的Re-Lingo 的，就是直接在纽约做一个工厂，怎么把旧的衣服剥纤，把纤维剥开，然后呢再把它重新变成这些天花板 ，OK， 板材衣服。但是其实整个过程，那个整个工厂就只有从这边到这边 ，OK， 然后整个的台湾机器也是我们台湾开的，然后这是 Tokyo 的办公室，然后这是新加坡政府的办公室，也是用我们的材料，那代码级的办公室。然后下面只是跟大家说，我们其实跟他一起合作很久，但是我最喜欢跟他们合作，是因为他们很敢。很勇于尝试，他跟别的品牌或任何的服装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敢 ，just do it，right？ 我觉得 sustainability 我们也需要 just do it，OK？、Okay? 就像这个房子全部都是用 3D 列印，用回收材料 3D 列印。这个大家应该在上海和台北有看过，是用回收的，是 ，OK？ 用回收宝特瓶。做成的纱线，2000单米的纱线，非常重的一块布 ，OK， 但是它全部是靠我们的那个吊车把它吊起来 ，OK， 然后没有地基 ，OK， 那当时那已经砸了一整年的行销费用在一个房子里头 ，OK， 那我觉得品牌这样子做其实很有 guts， 然后另外是我们跟他合作的鞋子，这双鞋子叫做。Arthur Huang 还有这个整个，他从鞋的包装到包装变成链 ，OK， 然后包装又变成袋子，然后嘞，然后本身这个包装就是牛奶瓶，就是回收的材料，再加上这双鞋子也是回收的材料，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全循环的一个概念。链包装卖完了，这个店也不见 ，OK， 你知道在台湾没什么人排队买这双鞋，但是在纽约至少。你看，我们大家都是崇洋媚外，反而是亚洲人没人理 ，right？ 然后呢，在台湾不会说哦，华人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去美国，人家觉得很了不起，哇，他是日本人 ，OK， 哇 ，great， 对，所以然后在SOHO就排队排了一整圈 ，OK。所以你如果在纽约的媒体，你会看到这双鞋子其实还是被炒作的很厉害 ，OK， 那。这是跟 Cristiano Ronaldo 在米兰的这个店，我们要让垃圾可以飞 ，OK， 它可以做成飞船 ，OK。我们在做这些东西，我是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要，每次都是周星驰讲话，我讲在就是什么东西，一个东西要能够卖，一定要什么好吃好玩，对不对？然后一定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学到的东西。OK， 所以其实，在我们每个发掘这里头，都是在各种不管是构法上面、技法上面、开发上面有学到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个飞船，但是它不会动，让你感觉它完全不会动。OK， 然后这个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是这个是一个像弹簧床倒过来的弹簧床，是用回收材料做的。然后到一个超大空气清新机，到用烟蒂做的各种不同的家具。然后最近我们在泰国机场做了一系列用回收宝特瓶，但是全部是用 digital sensor， 然后去量外面的风有多大，水有多大 ，OK， 它就同时就可以在里头充气，它多强，让这个房子可以挺起来 ，OK，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会呼吸的房子。完全是靠着大自然的环境在决定，那它完全是靠空气来撑起来。那空气是全世界最有效率、最 abundant、是到处都是的一个材料。OK， 所以我们是用空气去加压，然后去来调节这个建筑物。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一天的工程就是长这样，它把布像那个气球。那这个其实是2500厘米，其实是挺大的一个
然后隔壁这边是它的控制室，基本上充气以后它就撑在那边，那它随时在调节，像一朵花一样会一下子开一下子关。但是那我们其实跟很多品牌合作，基本上把他们的垃圾变成他们的家具 ，OK？ 但是只可惜大部分的品牌都不愿意大量的使用这些东西，不是价钱的问题，是他怕影响到他既有的生产供应链，这是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为什么不能 scale 的原因，其实并不是technology 不够，并不是我们做不出来，并不是我们达不到这个价钱。Okay.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 全部的设计和模组都是单一材料 mechanical design， 所以完全没有上胶水，因为上了胶水就不能再回收了。然后铝就是铝，回收的 PP 就是回收的 PP， 回收的宝特瓶做出来的椅子椅背就是椅背。然后我们在米兰的办公室，其实你可以看到用了各种不同我们的机器，把它做成我们消费者可以了解的产品，不管是地毯，不管是枕头，我们跟 Bonoto 或 Zenia 合作的枕头，或者到各种不同的那个 fashion 剩下的布料，再把它变成量产。一个是我们一天至少可以做600码，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如果在这边做制造的，1600码是什么产量，丢脸呀？ Yeah? 但是不是600码能够吞吐的垃圾量其实相当的多了。Okay， 而且重点是它客制化，可以大量的客制化，因为未来的世界绝对不是单一材料，而是多材料、多样性，然后更多的跟设计师合作的机会。那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 Caring Group 的椅子 ，OK， 就是从 Gucci 的布料回收回来变成它的椅子，然后从反正桌子、Chandelier Rooms。Okay， 然后这个是我们跟 Zenia 和 Bonoto 合作的一个假的公园花园，基本上用全部的垃圾的 garden in the trash， 用米兰回收的垃圾变成是一个公园，那就是靠这个机器。OK， 所以当地去用太阳能发电把垃圾取材清干净以后，把它压缩，然后就开始去抽丝厂就可以抽丝了，抽完丝以后，基本上就可以变成各种不同。颜色的纱线，那这个机器其实蛮容易的，但是难在怎么用很少的电力做出一样的事情。我们最新一代的机器只有用到3kW， 你知道3kW是你一台冷气的使用量 ，OK， 一台冷气的使用量，一个小时可以吞吐60公斤的垃圾。OK， 那我们在伦敦 Fashion Week。在米兰 Fashion Week， 在 Tibet， 其实都有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试着跟都市合作，把垃圾马上变成新的建材。这个是我们在跟陈龙大哥在去青海 ，OK， 因为其实，在高原上面的垃圾其实比我们想象更严重，都是从水流下来的，但才到海里 ，OK， 但是你知道，在4500公尺。三江源的高原也都是塑胶垃圾 ，OK？ 那你会觉得，我认为尤其是欧洲的品牌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在那里卖可口可乐，他们在那里卖 Kinder Eggs，OK？、Okay？ 你知道 Kinder Eggs 吗？就是意大利很喜欢那个鸡蛋里头是塑胶玩具，你可以想象在那边，你可以叫这些小朋友不要吃这个巧克力吗 ？Right？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情？但是那些垃圾并没有人在那边回收，也并没有做任何过程，所以就直接丢到了三江源，从长江的上游、黄河的上游、湄公河的上游一直往海里流。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清除海洋垃圾，是不是该从最高的地方清回来 ？OK， 所以我们说洗澡应该从头开始洗，所以我们就跟陈龙大哥跑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试着把我们的机器做测试，然后把当地的垃圾马上变成当地的学校。OK， Join Jackie Chan,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and Arthur Wang, Nat Geo's Emerging Explorer and Structural Engineer. Together they'll embark on a new adventure. Full of eco-friendly innovations and cutting-edge green technology.
Jackie Chan's Green Heroes, Wednesday night at 10 on National Geographic. Unfortunately, this video is not playing in the U.S., but it's playing ever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Okay. 所以其实我们在写这个 script 的时候，其实都要给 Washington D.C. review, right? Okay. 然后嘞，当时其实最帮忙的是我们的中国政府，最不帮忙的是我，因为上线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他们说美国人不喜欢看这种片子，Okay. But anyways, 所以，但是它的收视率的确在全世界是不错的。Okay.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美国竟然是全世界最大的 fashion 市场。 They actually don't care that much. 至少不认为他care。OK。那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还在做更多一系列的合作，跟阿里巴巴做一系列合作，基本上就是用 AI 辨识，怎么把垃圾辨识得更清楚。这个辨识在马上把它变成是大家可使用的未来的钱币，希望垃圾可以是未来的资源。 然后透过各种不同数位的integration，OK。然后最后我们还是很 crazy 我们还是在我们之前坐过船，我们后来现在还在坐飞机，然后我们飞机现在还在坐，不过一直遇到踢到铁板，不过现在还在坐。 就是大家认识我们的时候，我们之前已经在玩飞机玩了一阵子，不过一直没有时间再继续把它玩得更好。不过最近又开始，谢谢。谢谢谢谢谢志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的启发。我想那个，对对，你要了解，你要接受大家的考验，所以你自己站在中间。 好，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我自己真的很有兴趣想要理解它，就是说，你曾经说过台湾人有创意，然后呢，台湾值得大赌一把，也就是说怎么样走向国际这件事情，你做到了。你可不可以给一下我们在座的观众，给我们一些想法，给我们一些建议，要如何去国际化这件事情？不管你要做的是哪一种 design business 或 fashion business。我们自己最近在两年前，最近也很惨，我们在刚投资德国的公司，才输了好几亿元，才这样子夹着尾巴才回来。你不要再故意再。没有失败的公司通常会激励人的。对，但是所以你看，直接走 B2C， 我认为最后一句话我们黄种人不行。OK，因为我之前一直提醒我自己这句话，结果我自己还是出去了，这是错的。因为当你有大头病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你是女生，OK， 但是如果你是亚洲男生，那 OK，Only if you're gay， I think that's fine。But for me， I'm not OK。OK， 所以我在欧洲其实很不吃香。I was having a huge hard time。OK，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到最后还是倒回来 concentrate， 主要主攻为我们会的东西，我们会的东西就是真的我们的科技。所以你看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布料是100%回收的 PET。 100%，我现在能穿得下去，没有流汗，然后应该是蛮特别的。OK，所以在我们台湾能够做 ，By the way， 像 Patagonia 那些 tech 的东西，都是我们台湾做的。Actually，Patagonia 从台南 source 到多久，它的这些 material， 但是他们比较会讲故事。我一直认为我们说故事的能力非常烂。OK， 那如果你要走向国际，我觉得我们说故事的能力真的有待加强。 但是有待加强，是需要文化。那这个文化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奠定，但是科技可以一下子奠定，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要把这个能力转给我认为有文化的人去说这个故事。我不认为我们台湾应该说这个故事。哇，这个题目好沉重啊！所以也许那个我们市府代表跟我们的 vote， 我们明年论坛应该来谈谈怎么说故事，好吗？可以吗？ 啊，可以 ，OK， 这边我们有大家有问题啊，就是说，
因为面对你用很多不同的废料，对，你牵涉到很多这种材质的运用，还有一些机器的支援，那这些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那你怎么去克服它，然后又怎么样让这样子的污水可以让这个产业界来接受？我到现在都不会演了，不要太装太文馨，就直接讲起来。因为导到最后就是 economics，the economic has to work。一台20万的机器不 work， 也许一台2万的机器可以 work， 但是呢，重点是要有人愿意付这个钱。到底谁愿意付这个钱？最近 WeWork doesn't work，Uber doesn't work。All this company doesn't work. 没有人愿意付这个钱。There's no added value for the service you're providing. Yes, it's convenient. 但是 no value provided. Okay, no real value. 所以你自己问问看，说如果你今天我有这个东西 ，How much am I going to pay？ 那你其实就可以知道，那如果你的成本达不到，那这个就是 not work. This business doesn't work. 好。这个沉重的问题我们稍微转一下，就是说呢，材料分析你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不断的这个探索嘛，对不对？那有什么样特别的经验，然后呢可以来做一下分享，有一些故事，就是你在做这些所有事情当中一些小故事可以来激励一下大家。没有人会愿意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很亏钱的 ，OK？ 那亏钱的事情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我们怎么讲有一群很有耐心的同事跟着你一起做 ，OK？ 那我这个就是，所以我是说，我很谢谢我有一群很有耐心的投资者，很有耐心的工作伙伴，那我们才能觉得说这件事情该做，所以我们不管怎样都得去做。Okay, 不管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做室内做活动的这些都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拿这个钱拿去干嘛，拿去做我们的研究 OK， 那大家愿意不把钱从公司拿出来一直在继续往这方面做，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亚洲一个很特别的特别的一个 emoji，一个氛围 ，OK， 一个氛围 ，OK。如果你今天在美国，你敢做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你马上就很难看 ，OK。好，我想就是说，虽然阿Sir其实谈到很多钱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大的来看，就是我早上跟各位分享了整个产业链的概念，对不对？从最源头的设计到生产制造到销售，我觉得。导视这个部分呢，我们大家可以重新从一个比较大的架构去看，那也许我们要找到一些投资者来让我们整个产业可以更完整，让一些创意的发想可以有落实的那一天。我自己是觉得没那么悲观啦，然后呢只是大家可能要更努力一点，所以在座各位今天您参与人，你就是这个种子，请你们为我们自己的土地，然后为小智的创意，大家我们多做一点事情好吗？OK， 好，谢谢大家。不要悲观，不好意思。我这个很正向，只是我们想事情的时候，只要你认为你做这件事情，人家愿意付这个钱，有这个价差，愿意做这个事情，那就是对的。是，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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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今天谈到的趋势循环经济或者是时尚这个永续时尚，我们现在要拉回来另外一个焦点主轴，就是我们要来看看所谓的新媒体新的平台，所以新的这些行销的工具怎么样来协助我们时尚品牌设计师可以往更多的，就是说往国际舞台走也好，往更多的人群走也好。所以呢，接下来我要特别邀请到是 Sherry Shi， 是 Shopbob 的国际部的总监。那么 Shopbob 呢，大家也许也知道，就是说他是美国 Amazon 旗下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尚电商，也就是专注在时尚上面的一个电商的一个平台，他们做了非常多非常非常有趣的案例，也协助了很多设计师的一些发想。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请 Sherry 刚下飞机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利用数位媒体建立跟发展平台，欢迎他。
不知大家跟沙宝有多了解？举手，如果是用过沙宝的，是我们的 customer， 举一下手。OK， 所以还不是很多。那我先稍微先介绍一下，沙宝是一家时尚电商网站。那今天正好是我们20周年的店庆。二十年之前，沙宝是在一个叫 Wisconsin 州的 Madison 的一个地方成立的。当时呢，只是还是一家线下的买手店。那20年之后呢？现在我们上面已经有1000多个来自全球不同的品牌，那我们的服务呢，可以覆盖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呢，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长的 journey。我们还有一个男装网站叫 Shop Eastain。这两个的物流体验到台湾应该是大概3天送达，所以如果在座的可以试一下 both website。如果是新客户的话，下了我们的 App 还可以享受15%的折扣 ，Give it a try。OK， 那回到今天的话题，我当时在构思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在想什么样的内容对大家会有价值。过去两年我因为工作的关系两边跑，接触到很多的新品牌。那其中我被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新品牌，怎么样才能得到你们买手的重视？这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问题，以后我会回答。那我这边给我的 feedback 也是，在座的可能有很多的台湾的品牌想怎么样走出去。那对于品牌的这个建立和发展是一个非常共同的话题，所以我想今天呢把话题交在这上面。我给大家介绍3个案例。这3个案例呢代表不同的这个 field。每个人的journey都不一样，坐标也不同，但是我希望能给大家有些启发 ，OK。所以我先回答刚才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新品牌的话，怎么样才能得到买手的重视或者注意？那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产品的这个调性，我们叫品牌的调性。那你的品牌和这个买手所在的品牌是不是气质是不是吻合？定位是不是合拍？你针对是高端还是大众品牌？那你的 style 是 edgy 的呢，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所以一般买手在脑子里面都会有一个顾客的画像。那他会 imagine 就是我们的客户穿上你的品牌是不是很和谐的这种感觉？所以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第一步过不了的话，那其他的可能就不用再谈了。接下来呢，就是你的这个设计是一个 season 呢，还是有很多的 season？ 这个会让买手看到你的这个设计作品是昙花一现，还是有不停的持续的创造力？第三个呢，他们要看的是接下来就是生产交货能力。那这个呢，就是很多设计师可能。可能会忽视一点，就是买手做设计，但是呢 ，at the end of the day 是你的这个供应链的能力，你的产品交货的能力，决定你是不是能够 quickly 的这个 scale up。还有一点就是品牌知名度本身，你的品牌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知名度？这个的话，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的核心话题，你要得到买手的。注意的话，你自己如果是一定有一定的知名度，绝对在negotiation中很大的 power。你在 Instagram 是不是有 buzz 呀？还是在小众领域已经有了一些 following？ 这些 question 都会在买手的就是 evaluate 的时候会给加分或者减分的地方。最后一个呢是概念化versus商业化。我经常听到买手说，你现在的产品太 conceptual。就是没有办法，他没有 imagine，
我的客户穿上去的场景会有多少。那如果可能有的买手呢会有些买手可能会 focus 在一些前端的一些conceptual 的这个 fashion 的这个development 上面，如果这样子的话 maybe it's a better option for you。但是大部分的买手都会想，就是我买完之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销量。所以呢you know, those are questions that 你自己要做一些 homework。OK， 所以又回到了这个核心话题，作为一个品牌怎么样才能够establish 我自己的 brand at first。 那我今天呢讲的三个案例其中有一个是Pure Fashion Brand， 是一个纯时尚的品牌，三个都是华人品牌，都是八零后，三个创始人都是非常敏锐的商业触角和很强的这个企业家精神。所以呢，我跟三位创始人比较熟，所以真的他们同意可以 share 他们的一些 story。第二个呢是一个中国本土的品牌，过去大概说过去三年崛起一个 D2C 的品牌，发展相当快。那它的 story 呢也是非常的，如果大家在座的有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那最后一个呢是一个跨境电商品牌，这个品牌坐标在香港，他们呢其实是利用全球的这个媒体和渠道，其实是扩展了一个全球市场。所以三个不同的案例，我觉得都很有意思。Let me start with the first one。这是第一个是 Vivienne， Vivienne 应该说是我们在纽约时尚界华人的骄傲。他本人的经历也比较有意思，大概是十多年前，他是在德国上学，学的是工科。当时呢，后来去了华尔街工作了几年，发现自己的 passion 是在 fashion design， 所以离开华尔街去了那个 Parsons Schools 学习时装设计。那毕业之后呢是去了 Oscar Garanta 做那个 in-house designer 做了两年。这可能也是一个你会发现一个 pattern， 很多很成功的一些设计师呢在早年的时候可能呢都会在一些比较大的时装品牌里面做过，这样的话这些经验非常宝贵的。那包括他前三年在华尔街的经历也非常有用，因为比如说那段时间给他的这个分析能力，还有这个国际思维能力business sense 对他将来发展非常有用处。那2012年的时候觉得 ready 了，自己已经 ready 了，所以离开了这个百事 brand， 自己开创了第一家成衣品牌，然后2013年在纽约开了第一家店。2014年应该说是他的一个 breakthrough time year。那年纽约时装周正好是 focus 在发展新的设计师，那 Vivienne 的collection 被选中，他开始了他的纽约时装周的第一首秀，首秀很成功，然后 Vivienne 得到了很多的媒体的这个曝光。然后很重要一点是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在接下来两年之内通过 PR 不停地扩大他的曝光度和知名度，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获得了 Swarovski 的设计师大奖。在同年他开了纽约 SOHO 的最贵的一条街 Spring Street 开了他的店。然后同时呢开始了第一轮融资，第一轮的C funding。2017年开了上海店，然后接下来呢过程就是比较就是 accelerate 的 growth， 不停的 roll out 这些 new product， 包括accessory shoes， handbag。 2017年呢开发了潮牌，为了针对这个年轻的市场BHNY， 然后今年发布了 beauty brand。 所以过去几年的发展也是因为他的investment， 还有他自己的这个 ambition 和 drive。这是他的一个 view。
那我再总结一下时尚品牌的 typical 的行销模式的话，我觉得推荐走的道路还是比较传统的一条道路。第一呢，就是产品，你一定要有个 fashion point of view， 产品的定位非常的准确、精确。那对越南来说，它的就是，它在纽约文化界是很有 following 的，然后纽约上东区也有很多的粉丝，所以呢，你的风格是establish之后呢，渠道和媒体一般来说是比较固定的，或者说发现的industry是毕竟这么久比较 establish， 基本上就是先开线下店，哎，然后呢通过买手店，把这个路子铺开，媒体呢基本上也是 PR celebrity， 这些 channel， 但是过去几年因为媒体和这个渠道的这个发展的话，也是给这些 fashion 的品牌带来很大的新的机会。那 Vivian 现在也开始加强做他的这个 online 的 presence， 然后他告诉我他现在 online 的 sales 已经开始有超过他线下的这个趋势了，所以这个是可能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包括媒体一样，那除了这个普通的就是 typical 的 PR 之外，现在的 Instagram 还有这个微信微博，在中国的微信微博，还有 KOL 就 influencer 这些 marketing 都是 you know very typical 的 way of reaching out to more customers，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跟他比较一下这个 D2C 的 model，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发展的这个方向。但是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线下店的开展已经成了一个一点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线上店，对，然后这个第二个案例呢是中国本土的品牌叫 MyActive， 这个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有多少知道的，但是这个是应该说是在过去几年在中国发展相当快的一个品牌，先介绍一下它的 founders， 有两个 founder， Lisa 是也是 Parsons 的一个毕业生，当时是在美国的 J Crew 设计团队工作过，然后是他的背景是 design 和 branding， 另外一个 founder 呢是 Mia， 那也是在 Victoria's Secret 的第一位亚裔买手。所以当时参与了，后来参与了小红书电商的初期的发展，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在创始人的选择方面，一般有很好的一个 combination， 就是creative plus business， 这个是另外一个 I found you know kind of pattern for successful brands， 很多设计师在如果你在 business 方面有一些欠缺的话 find partner， very very critical skill to have。 Maya 是在2016年成立的，那2019年三年之后它的销售额会预计达到2亿人民币，所以应该说是速度发展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呢，这个应该说如果没有现在的媒体和渠道，新媒体的新渠道的 enablement 的话，是不会想象的一件事情，发展这么快。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微博、微信、小红书、天猫上面都粉丝量都非常高，这个也都是过去几年经营的成果。我想分享一下他的成长的轨迹，因为我觉得这个 story 比较 interesting。第一阶段，其实第一年，应该说他开始的时候跟普通的这个品牌的发展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来说branding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打广告，对吧，打 branding PR 然后开线下店，那这个是比较 typical 的一个方式去开创品牌。Maya 不是这样子的，他其实一开始做的时候是非常精准，他没有做任何广告，他找的是就是健身房的一些健身教练，他找的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人群，但是这些精准人群是有很强的这个 influence power， 然后呢
当时他们当然产品本身也是非常有有这个有 story 的，他的 story 就是说我们设计是为亚洲旅行设计的，当时他们的应该说是创始人创始品牌的初衷也是这样子，当时他们觉得很 frustrated， 找不到任何可以就是自己可以穿的这种运动牌运动时尚品牌，有的呢太 athletic 就不是特别 feminine， 或者是就是 fabric 不好或者是 cut 不好，就是亚洲女性觉得穿上去很不舒服，所以当时的这个 logo 就是为亚洲女性量身定做的运动品牌，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starting point。然后经过这个健身房的这些健身教练的这些推广，很快口碑通过口碑营销很快就打开了他的第一步，就从零到一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呢当时也没有线下店，只有一家网店，那所有的口碑营销所有的网上的这些 traffic 都是三星的网站，他的第一年是达到了1000万的这个营业额，应该说也是对一个新品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但是如果你看到第二个阶段的话，这个他们已经翻了10倍，已经达到了第二年结束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亿人民币。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他是非常了解 customer 的这个 what do they want， 他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的是做经常做 customer survey，就是问 customer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到底喜欢的产品里面有什么样的属性。那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customer feedback 是很多女性对自己的腰都不是很满意，那尤其他们在健身的时候希望能把这个是作为他们的重点，所以呢当时他们开了roll out 一个 style，命名叫小妖精，妖是那个妖狐的妖，不是妖怪的妖。对，小妖精。然后这个呢，就是有非常的能把这个腰部收缩的能力。那这个一旦roll out 之后呢，就是在这个 custom 里面反响非常大，成了一个爆品。然后呢，三毛就是这个产品，就是对这种塑身的效果非常明显。然后呢，他们从内容营销上面也开始做这个 support， 就解释一下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这个呢，一成了爆品之后呢，很多 customer 都开始来推荐他们的 website。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借助这个power 就开始跟多渠道的这个 KOL 开始合作，包括小红书，包括微信、微博，那一直都来推这个爆品。但是呢，爆品你知道，如果只有一件的话，是不会长久的。所以呢，同时他们又开始发展多种类的品牌，多种类的这个产品。所以来了之后呢 ，customer 来之后发现，因为这个小妖精来了之后呢，发现原来产品还这么多的种类，开始出来不同的 style。与此同时呢，他们加强这个使用就是 user experience to make sure customer is happy with you know with what they buy。增加这个连单率，就是来了之后你买东西的这个还有复购率，就是你的重复购买的力量，所以这些都是他们重要的 KPI。那通过这个加强了之后呢，第二年果然做到了有把第一年业绩翻10倍这样的一个成绩。那到了第三年的话呢 ，it's more difficult， 因为你已经第二年不可能再这样飞速的成长，而且做法还有很重要一点，他们都是自有资金。没有任何的 external funding， 都是完全靠自己的这个 growth generate revenue 来 fund 自己的这个 growth。所以第三阶段的话呢，问题就来了，怎么样才能保持不断的这种创新？那这个时候他们的 focus 是放在放在产品的这个性价比上面。当然，不管怎么样 ，D2C 对任何的 D2C 产品性价比肯定是最重要的一点。首先，因为 D2C。你cut掉很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渠道，所以你的这个 profit margin 是其实是很高的。那所以他用这段就是 save 的这个 profit， 然后可以把产品做得更好。所以用同样的价钱呢，我可以用更好的这个 fabric， 比如说现在他们可以用羊绒来做一些运动的这些外套啊什么的。所以这些就是用同样的价格可以买到更好的产品。
对增加产品的差异化性价比。同时这时候他们开始做线下店，所以 notice 这个 difference 就是这个线下店是在第三阶段，就是在品牌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之后开始做的。然后呢，通过 branding 加强这个稳固这个产品的品牌的这个根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很大的一个 difference 对于 D2C 品牌，在它的成长的 journey 当中，这个线下店和线上店开的这个顺序和一般的这个品牌的成长规律是不太一样的。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呢，加强对客户管理，所以 CRM 很重要，就是增强客群。那我可以看一下这个，你看他们的 sorry这是他们的线下活动，所以你看他们在后来做了相当多的这个和客户本身的这个互动线下活动。这个呢就是提高这个复购率和客户粘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办法。OK， 然后还有一个是通过跟 customer 的交流发现，他们经常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哪里 ？Where do you hear from us？然后他们发现 Keep 是一个在中国很 popular 的一个健身的一个 app， 发现大概有30%的 customer 告诉他我是从 Keep 里面 hear from you， 所以呢这是一个新的 information， 一个新的 channel， never heard of before， 所以在 Keep 上面呢加强很多跟 Keep 的 KOL 的合作，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reinforcement， 就是和你的 customer 的互动是 super important。从他们得到反馈，不管是从对产品的反馈，对你 service 的反馈，还是对渠道的反馈，每一项 information 对你来说就是 actionable。 okay， 所以我总结一下这个 D2C model。 在 D2C 的这个 model 里面，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新的模式，在美国一样，你们可能听说过一些很 hot 的一些 D2C 的品牌，像 Avonlane，还有那个 Casper。不管怎么样，在这个 D2C 的这个核心，产品永远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产品是一定得有一些 new element， 可能你的产品present you know is same， 但是 has to be something new about it。就比如说 Avonlane， 你看它的产品是很普通的，但是它呢是透明， right？ It's all about transparency。它把它整个 supply chain 都 share 给大家，它的 cost structure 都 share 给他，这是它的新的东西。那 Casper 卖的是床垫，也是 same for everyone， 但是它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 transformation。一般买床垫的时候，你得去 the hustle get it back home， 但是它可以直接到你家里，所以 that's new element。所以你如果想做 D2C 的品牌的时候，一定得问一下你自己的产品有没有这些 new element。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定要顺势而为。我来明白的就是。你不能逆势而为。比如说产品，很多 D2C 的产品呢，就是跟现在大趋势是相吻合的。就比如说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大趋势。健康、健身、运动，这是一个大趋势。透明开放是一个趋势，还有个性化。所以如果是跟大趋势相符合的话 ，you have a better shot than 那些 against the trend 的这些 product。有了产品之后呢，你需要媒体和渠道把它传播出去 ，reach out to customers。像我这里list 的是中国的一些媒体小红书，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小红书、微信、微博、天猫，还近年来兴起的这个短视频，像抖音啊、快手啊这些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where you have to go where customers are， and they are on these channels。So you have to connect them on there as well。然后呢，媒体还有渠道，渠道的话呢，你可以设立自己的 website， 或者是一些比较popular 的一些platforms 电商网站，这些都是 you have to have a presence there。然后应该说过去几年的很新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微信小程序，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对很多的品牌来说，把这个lower the barrier of entry，
you may, instead of, you know, building a, your own website, you probably can build a channel engine program.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新的 tool, 新的 channel, that is totally available to all the brands. 线下店呢，我觉得应该是在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有了一定的customer base 之后再去做，因为它的 cost, you know, is capital intensive, 也比较花钱。所以这个我是想跟大家 share 一下，如果在座有一些媒体人的话，中国媒体广告收入的走势。这个是来自美国的 eMarketers。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是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Digital 就是数码的这个媒体的体量和涨势，跟传统媒体和相比呢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一栏是这个 digital， 你可以看到2019年是79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数量级，然后呢是22%的增长率，然后接下来几年这个 trend continues， 你 compare to TV， 2019年是170美元，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涨势，今年就像稍微涨了一点而已， you know almost flat， 然后 continue forward 的话，甚至就会You know, 慢慢的 flatten out. 如果你再 compare to print 的话，you know, even going down, going forward. 所以，you know, 如果你要看 you know, where the digital, where should place the digital money, that's kind of where it should be. You know, digital channel is the way of the future. 这个我也觉得很有 interesting， 跟大家 share 的是一个中国新媒体的使用者的增长。大家都知道，第三个呢是WeChat， 那它的增长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过去几年的这个短视频的增长，在线直播的增长也是非常快，然后抖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不是很熟悉，抖音应该说是出海比较成功的一个中国的 business， 现在呢它的英文名叫 TikTok， 现在美国都非常的 super popular， You know, that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 new channel， 但是 I think 很多的品牌可能还在持观望的态度。比如说我们，我觉得它对于某一些品牌，某一些 category 品牌是非常可能非常有效的一个渠道。比如说美妆，在上面是非常的popular。你们可能也听说过李佳琦卖口红的故事，就是在几分钟之内卖了15000支口红。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所以这也是一个 you know, kind of magical platform for, I'm not sure, 就是 for fashion brand, 我觉得我们还在 figure out 到底怎么样去 better use it, better leverage it. Okay. 所以前面两个品牌共享完之后，就是我们第三个，这是一个香港品牌，我不知道大家对它熟不熟悉。他在台湾的话也用过莫文蔚做他的代言人，其实 you know it's another interesting story as well。他其实一开始初中创始人的初衷，其实他们就是 you know have some fun side job on the side project on the side。应该说他的创始人当时也是媒体人，当时就是觉得想 OK。maybe 我可以把 Instagram 这个 picture 可以做在手机壳上面，我觉得 it's a fun project。然后呢，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就把他的这个产品和他的新闻稿送到美国的一个网站叫 Mashable， 是美国的一个新媒体。那 Mashable 呢，当时就 print a story， 然后他没想到的是呢，就是。Jamie Oliver 就是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名厨，celebrity chef， 居然在他的那个 Instagram 上 mention 了他们，然后当天他们的 server 就 went down， 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的 traffic， 应该说是他们一个 pivotal moment， 你可以说他 get lucky，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可能 maybe。A lot of brands get lucky one time, you know. 但是 what happens afterwards? 他们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的发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的。然后呢，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呢，创始人就觉得 OK， maybe we should quit our job，
因为这件事情好像有很大的potential手。然后呢，他们就真的非常找，开始觉得我们呀，好像家里在香港也可以也能面向全世界，所以 that's how they did it， 就是真的是 base 在香港，然后 you know start to serve the world afterwards。2018年的时候，他的 Instagram follower 已经超过1,000,000，所以如果你要看要 follow 怎么样去做 Instagram 这个。怎么样做 social media， 他们是 master of it，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成功。这个还是以前数据，他我昨天看 Instagram 已经到 1.1 million followers 了， OK。 然后不光是 social media， 他的 traditional 的 press 也做得非常好，像有很多的 Hypebeast 啊 Forbes 都对他有很多的报道。然后这也是跟 similar to Maya 的 story， 在 build awareness 之后呢，开始做线下的体验。那他们在香港 Landmark 大厦有一家 store， 那这个 store 里面你可以 customize 你自己的 a lot of things， 你的 name， 你的 picture， you can do a lot of things there。跨界合作 ，Pokemon， 还有很多的fashion 的设计师都开始和他们做合作。就是 celebrity， a lot of celebrity， Kylie Jenner。OK， 其实跨境电商模式，你如果跟第二个 QC model 来讲，其实是比较相似的。但核心就是产品，像 Caseify 的，它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的产品是迎合了这个个性化。尤其年轻人喜欢 take selfie， self expression。所以呢，这个 trend 是 直接的跟客户这个互动，但是从媒体和这个渠道方面来说，这两个是应该说是用的是 global 的平台，如果和那个 Maya 相比较的话，因为当然中国有它自己的这个 ecosystem 啊，但是如果你想走上世界的话，可以用这些global platform。像 Google Ads 可以 cover wherever， whichever country you use Google， Instagram same story，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这些都是 global 平台。那他们的target 的这个 customer， 就是 worldwide customer 的 capability 也越来越强。你可以 literally 在 Facebook 里面选择你要 target 哪些国家。所以呢，you may not know， 有的时候你自己就会 surprise， 原来我的产品可以就开始 develop the supply chain。 The backbone of the D2C model 呢，就是 you have a very, very strong supply chain。 那这个 supply chain 就是物流 logistics， 怎么样 serve 你的 customer worldwide， make sure they're happy。 这个可能是最 challenging 的一件事情。OK， 谈到 media 的话 is another number to share。Global digital ad seller， 如果你要是从这个媒体广告收入来讲 ，Google 是占大头的 ，Google、Facebook， 接下来是阿里巴巴、Amazon， 像这些所谓电商平台呢，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加入媒体。就比如说 Amazon， 现在有40%的这个 product search 是在 Amazon 上发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就像在中国。产品的搜索是可能是在天猫和淘宝上发生一样，所以另外一个 trend 就是我觉得是媒体和这个渠道的逐渐合一。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微信小程序也是同样，就是 idea 就是你的发现和购买呢中间是一个无缝的 seamless experience。你的朋友给你在微信 share 了一个他喜欢的产品，然后你导到小程序，
然后直接可以通过微信支付下单，中间不用离开 WeChat 啊，这就是所谓的无缝的这个 seamless experience。像 Instagram 现在也开始 beta test 的 Instagram checkout 啊，我觉得 goal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 fashion inspiration, fashion discovery 跟你最后的 purchase 是一条非常通顺的一条 journey。I think that's what everyone's aiming for. Okay, so that's the story I want to share. 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的品牌，you know, 在这种新的这个媒体和这个新的渠道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机会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很难想象，在没有这些新渠道、这些媒体之前，你能走的这个路和今天走的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方面想 tell everyone that you know it's an inspiration story, 所以他们这些 story 都非常 inspirational, but also show we can do that as well. Okay.谢谢 Sherry 给我们这么好的故事，有三个故事，一个是从传统的 offline 到 online， 然后第二个是 D2C， 就是 direct to consumer， 直接跟消费者对话的，那第三个是跨境电商，我们真的非常精彩。其实呢，我觉得要跨到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传统品牌，它要从一般的实体店跨到这个电商也好或 online 也好，其实有很多痛点。那我自己是深切感到这种痛点的，就是因为多年前我在神量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的媒体预算，我记得85%是在传统媒体，15%以下是在地球媒体。曾几何时，才不过6年8年时间，现在已经倒转了。所以呢，对于很多品牌来讲，其实都很焦虑。那我自己也很焦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大学里头要教学生 digital communication， 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年准备的教材今年完全一半不能用的。所以呢，我想要讲一个引言，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焦虑。那对于就是说现在的传统品牌来讲，可能在资金、可能在人力、可能在 knowledge 方面很多都受限。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首先我想说的，其实传统品牌。他手里有的东西，他的 asset 是这些 D2C 品牌没有的。First of all， 我觉得很多时候 D2C 品牌看这些传统品牌是非常羡慕的，因为你有线下店，对吧？你有一个固定的 customer， 你还有 brand， we don't have any of that， right？ 所以你想想 ，that's the kind of asset you have。The question how to leverage that， you know， it's not a baggage， yeah， in a way， it's your asset， okay？对不对？那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做这个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做这个你要就是数字的转型，当然这是一个 universal topic， and it's not just for fashion brand or for financial industry or manufacturer or anybody， yeah， it's not easy， it's not easy answer， 但是我觉得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the trend， you know， 尤其 fashion brand， 年轻人，如果你要看年轻 ，if you want to catch the audience， young audience 的话， that's where you have to be， you know， it'sThere's no question in my mind. 如果你要 invest in the future 的话 ，you have to invest in 这个 digital. Yeah.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 ，it's all about priority. It's all about prioritizing. 你到底是把它作为 priority 来做呢，还是做一个 nice to have? You know, I think it really has a lot of once you make it a priority, 你的 investment, 你的这个 human resources, 你的这个 technology, you know, everything goes there. Yeah. You know, it's about prioritizing.所以回头过来还是一个 business strategy。I think so. But you have to be core. Yeah. So where do you put your resources? Yeah. Okay. 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How does BobShop.com explore and create new designer brands? 怎么样协助一些新的设计师在这个平台上让他们可以成长？我刚才也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也稍微回答一些问题。应该说我们对于actually that's what we're proud of。我们上面很多大家熟知的品牌，但是有相当大的部分都是一些小众的新锐品牌。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告诉我们，你 you know， 我们 that's how we found this brand through you guys。所以我们成立一个 fashion， you know， inspiration， you know， kind of site。我们的买手每年都会去很多的时装秀，就
就是在这种时候，那他们正是他们 discover new brand 最好的 opportunity。所以如果 otherwise 的话，如果你是 you know 在本土的话，还是很 it's difficult to be discovered。我觉得一定要走出去。如果是因为that's where they go, right? The decision makers go, you have to meet them there, right? Yeah. 那过去就是在这几年来，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台湾的一些新锐或者品牌？你觉得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再想一想啊。我在中国碰到的可能会更多一点啊，台湾这边我 hopefully 这是我的一个 opportunity 来 find out 我我还没有一个 come to my mind 的，对，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了解比较少，我希望这次通过时装周可以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在做若有品牌想要真的借这个机会的时候，任何成本不要客气，那我们今天晚上会想办法把所有台湾品牌通通塞到你脑袋里去。OK， 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到今天到一个段落。谢谢 Sherry， 谢谢你 ，Thank you， 好，谢谢你。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最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大对谈，一个 panel discussion。所以呢，在这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沙发拿上来。那我要请大家做两件事情。我们摄影师在哪里？摄影师 ，OK， 可不可以请到台上来？就是呢，我们先来跟所有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今天出现，一起大家合照，好吗？哪一个角度 OK？那个睡着的眼睛要张开哈，流口水要擦掉一下哈 ，OK。拿出你们最灿烂的笑容 ，OK 吗？我们要定义数一二三，好，你 ready 就告诉我。我们要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好吗？各位太严肃了，太严肃了，好不好？我们今天 fashion people design people 要活跃一点，不管你们要爱心也好，大爱心小爱心要业都 OK， 好不好？来，三二一。好，谢谢大家，谢谢。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请我们今天几位讲者去上台。Lawrence，OK，OK，OK， 我们先请黄琦请上台，然后阿德先自己上台。我们那个 QR code 可不可以再挡一下？然后呢，台下的观众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再请大家抛上来，不用客气。好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先抛出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在座呢有两位呢都是创业家 ，OK？ 我们黄琦，我们千智都是创业家。然后呢，也经历过了很多很困难的时间，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很多这些的这个很辛苦的一个过程。那你们可以谈一谈，就是说，你们有哪一些重要的特质让你们走到今天？因为这些特质可能可以鼓舞我们台下很多的年轻设计师，或者是我们的年轻人，然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以有那个毅力往前走。可以请。好奇，没听吗？公众号多大？
因为我觉得 我跟我弟弟本来开始做这个品牌的时候都是比较英国航空，英国航空就很艰难嘛，对不对？就艰难，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这样。其实本来根本没有一个太完整的画面，但想象中是有的，但是我们要一步到哪里，就是走一步到一步再一步，就是 courage 嘛， courage 我们去做就去做了。那除了 courage 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支持的 patience hard work persistence。所以就是要有勇气，要坚持，要勇敢，然后才能往下走。OK， 好，谢谢。Arthur， how about you？ 傻劲。Have quite dumb to start your own business. That's basically. Yeah. And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that you have to want to do this every day. 而且你要有，就是你每天都会一直去做这些同一件事情。For example, in Taiwan, there's a trend of like opening lots of cafe, but nobody actually wants to operate the cafe every day because it's really tiring, actually. You have to wake up at 5, go home by 12, you don't make too much money, but you have to actually keep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那我是觉得刚刚也是讲这个，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是新，因为 I used to have like lots of Hong Kong wife, and then they all Hong Kong wife. Like they all they want to do is like you know open a new thing. You know every day is like a new brand. They have another fashion brand. They have another fashion brand. They have another fashion brand. I'm like, oh my god, like how can you do so much? Yeah. All right. Okay. 所以这给大家做一下参考，无论你有多好多大的梦想，最终它落地的时候，你还是每天得去面对它。对不对？你没有休息的时间，对吧 ？OK. So we're having all the questions actually from the audience. They have questions. They're curious about how you get your job involved international. How you manage all your career paths until today? Yeah, sure. I actually started my career at American Vogue, where as a freelance assistant when I was 22. So, but after that, I went and I was a technology journalist at Mashable. After Sherry was talking about a 2011 Mashable story with Spotify, I was like, oh, I wrote that story. That was fun. Yeah, I was a technology journalist. I also was a reporter on Wall Street, and then I went back into fashion. I became editor chief of a site called Fashionista in New York. That was in 2013. And I, how did I get the job at Vogue International? I met the president of Kanye West International on Twitter, actually, and that was how I was recruited for the job. How do you meet the dating app? No. Yeah, I actually met two of my jobs, three people I met on Twitter, actually. Okay. Yeah. Wow. So, 大家可以试试看，找到你的贵人，可以从 social media 上面开始，但是也要小心嘛。Oh. All right. So, any other, you know, stories? Want to share? What, from career or Vogue? Yeah, career involved, yeah. Because you have been spoken into, you know, in all conferences and universities. How do you, you know, really get involved into the audience and really show your impact?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think I was lucky early in my career when I was at Mashable to just really own a niche. So I covered the intersection of fashion and technology, looked at the way that technology was disrupting the fashion industry. It's quite a small area to cover, but when you, as a journalist, if you carve out an area that you really own, where you become the authority, that was very helpful for me. And I used that sort of to end up talking about fashion and business more globally. I guess from a career perspective, it's totally unplanned. It's been nice that I've been able to do finance and technology and fashion. Now finally with Vogue Business, all those things have come together. Yeah, right now it's like a cross-discipline, cross-industry, right? Okay, that's the world we're living now. So one of the questions actually is asking about, from your personal perspective, when you look at the fashion industry,
how the fashion industry worked with, you know, the gaming design industry. What's your personal, you know, view on that? So I'm a not-so-secret gamer, but so that's very exciting. I think, you know, like, gaming, people, in the U.S. people say, like, gaming is still not mainstream. Actually, if you look at the numbers, like, gaming is incredibly mainstream right now. I think it's well overdue that fashion starts collaborating. Like, what Louis Vuitton is doing with the League of Legends is totally great, totally on point. If you go to some of these, you know, gaming tournaments like Fortnite, for example, and you look, I mean, these kids, they're earning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winning these tournaments. They're wearing Gucci sneakers, like, and there are younger kids who are so inspired by them. So anyways, from a brand partnership point of view, I definitely think there's an opportunity in gaming, and also, you know, an opportunity, like, it's interesting that Louis Vuitton will be creating clothing for the games. The question is, if you have desire for the digital version of the garment, will that translate to a real-life set of the garment? And that is not. Yeah, you talked about one key word, partnership, okay? So that leads to my next question is, how to find funding to support your business? So for two of you, how do you find, you know, the team tool, you know? And for young people, they may not have enough connection, right? So maybe you guys can share, and Laura, of course, you can share. Yeah. Need the team tool. Parents, that is.第一个金主是家里，那后来的呢？就是家里的朋友。家里的朋友。第一个 investor， 让我们有 cash flow 开始我们的 business。对啊。然后到现在做 sustainable fashion， 我们也是一步一步去实。我们有这个 vision， 现在是有这个 vision， 就我们的 Sustainable Fashion Festival，所以我们就去，就是，现在认识一些 PR marketing 的朋友，他相信我们的理念，就帮我们去试，所以我们就开了很多很多很多会去告诉很多不同行业的有钱的老板，所以中了两三个，我们就够了。OK， 所以其实刚刚看到 K 他的 presentation 里头，你跟很多不同的这个brand 合作，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方式，可以找到 funding 的一个来源。嗯，呀，我们就没有给我们自己一个 frame， 对呀，不用把自己一个框架框起来。Okay. Author.Ugly truth. Well, I mean, the ugly truth is you always have to start from your parents, family, friends. That's always the case. But my beginning was different because my parents doesn't want me to start a business. So I have to go beg. I started a product and then I made money. From that money, I started more R&D. So,I did make the first batch of cash, so to start the R&D process. And we did not take any institutional funding until literally a couple months ago. So for 15 years, we were actually supporting our own R&D. Like I said, you have to have lots of very patient partners that you're with, working together every day. And we make our own money.And we have to reinvest our own money back into the business. So a lot of people are very confused, saying that they can't find funding. The only way you can find funding initially is always by yourself, make money, right? You make money to invest in yourself, right? Or you get your parents to invest. But most of the Taiwan parents are not.Willing to invest in their kids, I think, but not in the sense that they want. Because, you know, when you start a business, the cash burns very quickly. Yeah. You know how I feel? 就是呢，如果你的父母亲给了你第一桶之后，你 make sure 你要成功，你不然的话，你就不会有朋友跟公司来 funding 你了。所以这一桶就是奋力一搏，对吗？But most of the business fail, actually. 99% fail, actually. Yeah. And
we're failing every day, actually. So we haven't made it anywhere close to, you know, even like big business is failing. Yes. So, I was going to chime in from a VC perspective. If you look at the company, fashion companies now that are going public, so in the 80s and 90s, you had like Donna Karan, you had Tommy Hilfiger, Ralph Lauren, these companies, Calvin Klein, you had these companies had such strong design and branding USPs, but the companies now that are getting these billion-dollar valuations, they all have a strong technology USP. So Rent the Runway, it's not just a place where you can, you know, it is a clothing rental, it's also like the U.S.'s biggest dry cleaning company. So these companies are, in Revolve would be another example. It's not just a online clothing retailer, but they have, you know, incredible software they built in order to work with influencers, for example. So I would encourage any fashion brand now that is trying to create venture capital to think about what is differentiating them in terms of a technology perspective, and also to build their own software and not just use things that are off the shelf. Thank you. So my next question is, this is about the audience. They would like to get your point of view. How do you see the fashion in Taiwan? Even though you just arrived today, sorry. So you need to just answer this question. So who wants to go first? Maybe Arthur, you can go first, because you stay here most of the time, so you go first. I don't stay here most of the time. I do travel extensively, spend most of the time outside of Taiwan. I think Taiwan fashion is like everywhere else. That's the funny part. It means there's no soul, actually. What do you mean by no soul? Can you elaborate more? But I mean, that's in general. For example, you go to a cafe today, it looks like any cafe. It can be in Copenhagen. It can be in Norway. It can be in China. You canno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y of these stores. You canno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y of these fashion brands either. And then, so if you want to say, what is the Taiwan fashion? I would say very international. You call that natural, I call that unnatural. Yeah. Okay, so from your perspective, is there anything that the designer can think of? We have no roots. So it's hard for us to come up with our own cultural identity. Okay. 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use, let's say, these burnt wood in the cafe. Okay. They have this hemp. Is there a culture of using hemp in our traditional clothing? Yes, there is. But it's all going back to 1930s, 1940s, it's looking back. Okay. So a lot of that is very international, and it's part of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social media, part of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overall hipster movement, but I mean, it's very common. I'm just saying, Taiwan is very international. I'm just not trying to give a value judgment, but everybody has the same problem, too. Yes. It's not just Taiwan. Okay, so every time I ask a question, they just give a very tough feedback. 他们拒点我. Yeah, but I think it's really good for all of us to think through, because that'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我们要想到很多比较深层的一些问题, 而不只是表象上面或者 fashion 给大家只看到了好像这种很虚浮飘渺的这些事情. Okay, so, Anji. I feel the same as Arthur. It's a very good point that I think in general it's not just Taiwan, but fashion losing its soul. This is everywhere. And I think this has to also do with fast fashion and speeding up the whole process. And it's just gone to a point where trends doesn't really exist anymore, at least to me. I mean, there are some kind of trends happening, and but I think it's probably time to go to the next point where we have to kind of slow back down. It'll go the other way around and not keep pushing more and more faster, cheaper, right? To kind of go the other way. Rethink and who we are and all deeper level issues. I think, all of you just mentioned about actually the thing for today. 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大家记得吗？The fashion new order.
所以事实上过去几年很多的东西在原本时尚的一些本质的东西正在消失当中，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思考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做。 OK, so Lauren, what's the point of thisNo, I think, you know, it is exciting to see Taiwanese design showing in London and Paris. There is such a hunger for new labels, especially coming out of China and Taiwan and Japan, because I think you talked about there's not, like, trends absolutely still exist, but so much of what we're seeing is innovative. And again, this idea, this a different sensibility, different taste. There's been a huge gap left by Phoebe Philo's departure from Celine. It would be...there's just a great opportunity, I think, to carve out a new aesthetic right now, and it would be great if that came from. Yeah. Okay. Yeah, that's good. Okay, so one more question. 这个问题是能够再解释一下再生设计 redesign 的这样一个趋势吗？面对多数的使用者，对于回收二手衣服的接受度或回馈，到底目前是如何？ So, 王琦。文化人社会。In Chinese culture, actually, old clothes, the perception of old clothes, I think there's this stigma, that, because my mom used to ask me, like, why are you wearing these old clothes? Where do you get it from? Is it from someone who's dead already? And that's just like a cultural, okay, cultural fear that it, yeah. And I think it takes time mm-hmm. to change this kind of.Concept, but I think it's changing quite quickly, and vintage secondhand clothing is getting more popular. Yeah, but it takes time. I mean, in Japan, it's doing pretty well, I think, the secondhand vintage market. But in Hong Kong, that I know of, it's getting there, but it's slower than anywhere else. Yeah.So I guess the follow-up question is, because you already serve some clients, right? They try to help them to redesign the clothes. So who are they? What's their profile? Why they are looking for those type of, you know, redress type of thing? I think everyone must have one or two or a few pieces in your wardrobe that you really love but you don't wear anymore. And it could be because it doesn't fit anymore, or it could be...was a special occasion, it could be a wedding dress, maybe you're not even with that partner anymore. So I've had many cases working on special pieces for our customers, wedding dresses that was worn with her ex-husband, but she still feels that was a special moment she wanted to remember. And she's not that size anymore, so I kind of remade it into like a skirt or a dress that she could wear. Right. Again, and it has a different meaning. So normally it's a special garment with a special story that we wanted to continue. Yeah. 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台下的观众，你的衣橱里面有没有一件衣服是你的特殊的，拥有特殊的记忆或特殊的场合，你都穿不下，但是你还是要留着它，有没有举手一下？很多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就用这些有记忆的衣服来试试看，对吧？其实也不一定要找我，因为我一直是你在香港，还有你也不一定要找一个 upcycling designer， 你可以到裁缝店跟他们谈你想怎么样改，他们其实都可以帮到你的，就是。如果你想，因为我有朋友，他爸爸留下来一件外套，妈妈也留下来，就两件。然后我跟他讲啊，你可能可以将爸爸妈妈的都组合在一起，他跟妹妹各有一件，那他就可以去跟裁缝说，也可以沟通一下。这有一个 family 的一个 history， 对，好感人哦。好，那我们还有想要再了解一下，就是说，有一些衣服，他们可能都有一些 design 的一些，比如说像有些大的品牌，他们有一些 special design， 或者他有他自己的 special 的 design logo， say that。那如果你把它作为 design， 这件事情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障碍问题，或者是说你去 redesign 一些有品牌的服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 concern？
不是吗？那有没有人经营 redesign 过有品牌的服装？也有的，但是一般就不是重点，不是品牌不品牌，就special occasion, special memory, special memory, OK, 多一点。那如果说像很多人，他想要把他的旧衣再重新 redesign， 可是他没有经验，那要怎么办？要怎么开始？如果自己来，我没有要找裁缝的话，那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做？如果没有找 tailor， if you don't looking for tailor for help, so for ordinary people like us, how can we do? Any tips?其实 YouTube 也很多很多的 所以你去 tutorial 我平常做很多 workshop， 其实你只要 all you need is a needle and a thread and some needle and thread, there's so much you can do, just type in darning or embroidery, how to refresh your I do a lot of these workshops and you'd be amazed how much you can do with just a needle and a thread。So people can really search on YouTube and can look for search darning, visible mending, sashiko, patchwork. There's like thousands, zillions of things you can do. And, okay, 好，大家听到了哈，自己回去做功课。好，这边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跟台湾很有关系的，就是要找师傅来改造衣服。你知道台湾有个叫永乐市场的地方吗？不知道，其实你知道永乐市场。你们公司在那边，对，那不是那边，我们天天自己跟永乐市场是请他们帮我们做的。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来帮忙回答一下，就是说那边的一些商业其实都希望转型，那你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看法？看一下，就是说在永乐市场那边的这些的，已经在那边营运的这些的商店，它可以怎么样做一个转型？可能很多小布店啊，或者是传统的店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给出一个答案，就是我们他们怎么可以去思考？这件外套就在永乐市场做。但是是用我们的材料，就 we always using our material, we gave it to the tailor.And then, or they help us to 打板 okay? And after they 打板完, we always normally take an Italian cut, okay? That we like, and then we modify from that, okay? And then we do small scale mass production, 20 to 50, okay? And then we normally manufacture, take the 永乐市场阿姨帮我们打的板子, the plate, and then we laser cut it,So we send the plate already to Vietnam to sew it together, or send it to Tainan to sew it together. So right away you can actually achieve decent scale production volume, in that relatively cheap price. So for example, this jacket I sew it together, it cost me $40, including the tie. So one question from Paul is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fashion industry in Taiwan. Do you have any, expectation or challenges you can see? Just based on your observation. I think the challenge is pretty much the same everywhere. Okay.And of course, I would say sustainable fashion is the future, right? But then I think we need to, the whole fashion industry needs to kind of find a point where they change. Yeah. And I think examples like Patagonia, it's just really amazing. Any brand can have a repair corner where customers can bring back clothes to fix, to refresh, to redesign.我们在座的朋友其实今天几位 speaker 一直都在谈到一个品牌，就是 Patagonia， 所以呢大家有空可以回去看一下 Patagonia 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当然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他们过去做了非常多的这些的 project， 跟他们针对消费者跟他的客人有很多在所谓的永续时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No? Yeah, the question is, when you see, you know, what's the future, you know, Tom and Fashion, how do you see that goes? Is there any challenges or opportunities? Yeah, I remember you mentioned about you know, a little bit. Yeah, I think similar to you, the problems are quite universal. It's something that we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with analysts is the big fashion companies are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and if you're an independent, smaller company, it's getting tougher out there. I think with something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going to be the big compan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make those software investments. That's going to get them a strategic advantage in the same way they have with rents, for example. I think at the same time, it's the barrier to entry for launching new labels has never been lower. If you have an Instagram account and you can create a collection, like you can reach a consumer that way if you're incredibly savvy about who you target and how you spend 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s and that kind of thing. So, not only in fashion, but also, of course, in beauty, where we're seeing a lot of funding right now. So. Yes, I think some of the bigger things can be discouraging in the year from the economy to the scale of brands today. But again, there are so many small brands doing really cool, interesting things, and I wouldn't discourage anyone from launching a brand right now. Yeah, thank you. 其实呢，台下观众其实有想要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说，像你身上这些衣服，就是用 recycle 的材质，再用了欧洲的打板，然后你穿在身上。那么，可是呢，就是怎么样克服有一些人对于是说，好像这是废弃物材料，然后做成的衣服，然后你穿在身上，也许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障碍。那用废弃材料做的东西，一定要比新的材料更有吸引力，所以这是为什么它一定要 even has these sensors， 所以它的 performance 上面一定要是更好 ，OK， 所以它一定要有追加的 performance， 而且它其实从废弃的 fashion material recycle 回来，它不一定要再做成 fashion。It can be architecture， 所以我们唯一能够从 fashion 一直收获来的，其实我们把它做成。Insulation mats, right? We turn it into something else. 我们这个叫做 upcycle， 因为如果你要去 match 现在的 original material price of textile， it's almost impossible。因为你一码布，你看 for example， even Patagonia，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buy a piece of textile over $4 USD a yard. Just imagine, that's crazy.That's, you're going to expect the factory to have an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to treat people properly for a yard fabric. That's crazy, right? But for a luxury brand, the reason why the things are so expensive is because they're willing to pay for a small quantity, $40 square meter, $40 a yard of fabric, right? You see? So you can demand high fashion brand.To be as sustainable as possible. You can demand them to be as transparent as possible. But you cannot demand sports brand, these cheap fashion, fast fashion, to be as sustainable as possible. Because, so if you actually take the recycled material and get it back into the existing fast fashion fabric, oh my god, no way, you would die right away. Like I said, there's no margin in between. So,or you have to go very ad hoc and very specialized, okay, like Wang Ji's store. So completely like customized, because you can pay $4,000 for a dress. Nobody cares because this is so special to them. This is all about the meaning. This is all about craft. This is all about the emotional storytelling. That is a whole different, so you have to keep the company as small as possible, as customizable as possible.And as tailored as possible. So it's only two streams. So we are stuck in between. That's why. So we know we have to use the machine to be able to get to another type of products. We cannot get to the existing fashion product, especially fast fashion product. No way. Yeah. Okay.所以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说，从整个生这个供应链这个生态系来讲，
不同的品牌，他们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上面，其实可以去思考他从哪一个层面去加入到 sustainable fashion 这样的一个行列。如果像是黄旗，它自己有 steels， 它可以做一个 upcycle， 也可以做 redesign reuse。那如果说是 fast fashion， 他们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回收的部分可以再更加强，或者说在一些 luxury brand， 它从源头的时候，它的 material wise， 它就已经可以开始从所谓 sustainable fashion 就开始着手。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觉得，不同的 brand 在不同的 stage， 然后呢，他们可以参与的角度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不一定是只有一种方法，对吧？Yeah. Okay, so my last question to all of you is, the thing of today is what's next?The fashion new order. So may each of you give one or two directions or observations to our audience under the Asian East context. Whoever wants to go first will be fine. I think I got really inspired by Arthur's story. Okay. And I think the fashion industry needs another Arthur type person to, you know,design and produce from unwanted material.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biggest problem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It's not just Asia, but it's just so much wastage even before the product goes into the shop floors. It's material that's... sorry.It's a lot of wastage from pre-production to after production, having a lot of dead stock. So I think that we need a system where designers or companies can be connected to dead stock or surplus material so that we can close the loop of the whole consumption cycle. Yeah. Thank you.Yeah, I mean,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necessarily cutting edge, but one, knowing what your brand values are, especially in America, like consumers now expect brands to match their values. So I know we've talked about Patagonia a ton, but for example, there's been a lot of legislation that has not favored national parks in the U.S., and Patagonia has been a huge champion of this. They've done a great job of...lobbying for protection of national parks. They've put money into this project as well, and they've done a really good job of communicating that conservation work back to consumers. Those are great things, but now consumers expect brands to have a point of view on gay rights, for example, on sustainability. You know, these questions are being asked on the shop floor as well. I was meeting with Christian Louboutin,yesterday, and he was saying, you know, at the store level, people are coming in now and they're asking, how are the heels made? What are your brand values? These aren't questions that store associates in London have been getting 2 or 3 years ago. The second thing I would say about that, you know, we talked a lot about getting to know your customer better and doing that through data. But actually, you don't need really sophisticated software to do that necessarily. It can be as simple as asking your customer for feedback. We have a full-time UX researcher at Vogue Business, and we talk to our readers every single day. We send out surveys, we ask for feedback, we ask for story ideas, and we get on the phone with them at least once a day to start gett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we can serve them better and create those dialogues. I can't tell you how valuable it is the best time that I spend every single week because it completely changes the way that we do the product. So,I would encourage people, especially when you're using social media, not just making it a platform and a marketing tool, but using that to get to know your customer better. I think everything we do these days has to be grounded in some sort of technology where it's different or where it's helping somebody.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with fashion is a lot of times when you're just designing this clothes or thisidea that you have. You never thought about how is that benefiting someone else. I think that's very strange that you don't think about the community this fabric came from. You don't think about who is helping you to sew this together. You don't think about how this is going to be sold. I think this is just the immediacy of the people that's helping you to produce this piece of art. Okay.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there's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Which is even a greater issue.
So if you cannot provide a value or a technology proposition that address the intermediate community and the greater environment, too, you should just look at it, actually. Because you have no value, actually, to provide. You just, you know, hang out in public and it's like, I think, this I like, so what do you like? So because there's no universal value, and there's no universal value, I don't think anyone without universal value can survive in the next 50 years. Just like Hong Kong, just like anywhere, you can see that when there's no universal value, it's really hard to survive. Okay, so any comments you want to add? I also think sometimes you forget the difference maybe between a designer and an artist. Because I was at Dutch Design Week and Eindhoven Design Academy, at their first day of school, the headmaster said to them, remember, design only where there is a need. And I think we're always going to forget that because we like things to look beautiful, but we forget that a designer's job is to fulfill this need. Yeah, I kind of agree with you. 就是我想跟也是跟我们在座的观众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我去年做的一个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了台湾设计师呢，很多的人真的忘记了就是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他们比较倾向于会去思考很多我做的东西是一件 art piece。那这个 art piece 跟你要穿在身上的衣服，它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那我是觉得蛮好的，黄琦提出这个 point， 也让我们大家去思考，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多少，或者是今天我想我很酷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呢，大家回去检查你的衣橱，好吧？大家做好自己的衣橱管理，把该回收的回收，该 redesign redesign。该要消灭的消灭，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今天真的第一个都可以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 echo Lauren 跟 Arthur point， 就是我们要回到一个品牌的一个 value 是什么。那这里面的 value 可能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本身这个品牌的价值，另外一个就是 universal 人类的价值，或者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大家看重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两个 value 把它结合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个品牌的路就会走得非常的顺畅。那当然这里头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了解 consumer insight， 就是我们的顾客到底要的是什么。那这边呢就可以通过很多的科技的一些的资料，或者是相对应的各式各样的这些消费者数据来做一个了解。OK， anything want to add on, Colin? No. No, that was a great wrap-up. Yeah. OK. So thank you for the three speakers here. So 大家给他们掌声鼓一下好吗？最后呢，这边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明天呢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fashion show，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在座的朋友们有空可以来一起参与，因为我们的时尚周其实它是包括了我们在无感的体验之外、知识的体验之外的时候，我们还很希望大家共同的支持跟参与，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可以请后面帮我打上 QR code， 换一下 QR code， 对。好，这个 QR code 呢，我要请大家帮我做一个小小的问卷。大家也知道，我现在呢，虽然我是 我有留着 fashion 的学艺，但是现在做很多事情，我都希望有 empirical data， 就是我希望有实际的资料。所以请大家帮我扫下 QR code， 填一个问卷，大概花各位五分钟的时间。OK，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时尚的论坛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么，如果各位接下来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或者是想要再跟我们的 speaker 再做交流呢，大家都很欢迎。OK， so feel free， all speakers are here， and if they want to chat with you guys， you know， just go for it。All right， so 谢谢大家今天参与 ，Thank you so much， 我们明天见，拜拜。